想织的一件就是还是从上往下织的鸡心领的啊毛衣，但是呢，它不是这种插肩的，是这种平肩的。我想织这么一件，前些日子织那个绿毛衣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网友呢，他给我提个建议，他说他一般就是把这个边先织出边，织完边以后再挑着织。后来我觉得，哎，这个方法也不错。我说的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说我也可以尝试一下。我就准备织了这么一件，现在织到这种情况，就织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这儿好像是不是织的不对，你知道吧？这儿特别不平整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我现在也挺纠结的，我也准备给它拆了，但是呢，我还是想把这件衣服织成。就是我现在这录这视频，就是想问问这些高手网友啊，就是这个位置怎么织？按照我刚才说的，按照网友给我提供的这个建议，我应该怎么织下去？我把这件完成，大家给我提提建议吧，我现在确实有点纠结了。